翻的。那进去拍吗？没事。
好，OK，不多吧。好，OK。那就进去拍。嗯，你好。拍完了吧？拍完了，值得拍下吗？值得。好吧。好，OK。好，就自己拍了。好。这个不要踏刀嘛，后面两个，我知道，千万不能踏刀。嗯。哇，好脏哦，你踏刀。哎，完蛋了，这是。有些重点在地上。你要注意哈，我现在走过去，你要切动我位置啊。好 ，OK。我现在引导你怎么样拍呢？好 ，OK。好。先拍到那边去哈。来看。好。前后左右，不能单拍这个，它位置在哪里？它导向导过来去。好 ，OK。好了吗？好。Okay. 重点一直放在这边的，第一个，对，最后前后角度，他跑哪里去了？对，他的位置在哪里？要拉高起来，人就站起来了，全景了。好 ，OK。整个照到这个位置。好 ，OK。好。好 ，OK。不是，它的前后位置要看一下。有 ，OK。然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对焦了。这根长的有吗？刚才有。有。这个绕圈长的。再一次好了。OK。你先接电话，我先暂停好了。圈长的。对，先抓这个点哈，固定到，好 A 点、B 点，慢慢说，对，它到哪里去？对，那它往那边去。好，然后这边是到那边去，再拉回来看，然后全景了，就慢慢站起来了。好 ，OK。然后慢慢退出来了，好，慢慢退出来照了，这看得很清楚，很小心哦。对对对，这样就好 ，OK， 这样就很清楚，好吧？好 ，OK。OK， 等一下哈，我再把它拿出来。对，好了吗？好 ，OK。好，然后里面再照一次全景，然后这个，
我的门框中间也是接地的嘛。好，辛苦你了。不会。好，我想我收了。收。